喂，仲等咩啊？大曼城三房独立屋20万镑咋，最后美其拉士一间，跟我哋 Buddy Time 仲有5% 折扣，仲麻辣声跟我一齐去抢啊！喂 ，Let's go！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哋 Bright Time， 我是城仔，诚实地产仔。今次要介绍大曼彻斯特韦根的一个新项目 ，Loon Park 的美其单位，三房独立屋连车房，卖价是24,995镑，跟我哋 Bright Time 仲有5% 折扣，折实价是195,000镑，仲有劲多嘢送，真系冇得顶啊！发展商是拥有过百年历史的 Gleeson Homes， 出名平靓正啊 ，Postcode。WN25HH， 整个屋苑有超过100个单位，90.5%已经落成了。现场环境是非常宁静舒适，是一个自成一角的小社区。而今次要介绍的单位就是159号三房独立屋连车房，再加个向南大花园，后花园都是对着隔离屋的后花园，所以私隐度是非常之高。全屋使用面积772尺，门口有 porch。洗手间亦都喺呢个玄关位入边，客饭厅分明，楼梯位就喺中间，楼上系3间睡房，连 family bathroom。睇咗制成品先啦，完成后就系咁嘅样噶啦。4房独立屋就见得多，3房独立屋连车房真系比较少见，仲要咁抵，真系 what do you want 呢？即刻入嚟睇下 showroom 先啦。Gleeson Homes 虽然唔系啲咩超级发展商。但他们是成立于1903年，已经有120年的历史。创办人是一位叫 Michael Joseph Gleeson 的爱尔兰人。当年他从爱尔兰来到 Sheffield 去应征一间建筑公司做地盘工人，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他老板的大女，还认识他的是同了他结婚，结果就真的认识了公司，还改了个名字做自己的姓。你说挺励志的这个故事。Gleeson Homes 在英国出名平靓正，原因是他们会致力和地方政府合作，帮政府清拆一些荒废的建筑物，从而换取以平价买土地回来起楼。所以往往他们的楼都可以卖得比其他发展商便宜，不是因为他们的用料差，是因为他们懂得和地方官员拉关系。而跟我们买今次这个 New Build 项目是有5大保证。第一，我哋保证跟进整个买卖程序，无论是事前的实地考察、入屋拍摄，定是事后的文件往来，我哋都会不厌其烦地帮你处理，等你可以躺平收楼。第二，我哋保证定期入屋实景拍摄你间屋的建筑进度俾你睇，等你知道你间屋而家嘅状况系点，即情啊，好似你有份起咁添啊。第三，我哋保证收楼之后会帮你处理入住前的准备。例如帮你做基本清洁，帮你准备定日用品，等你一入屋就即刻有揸得感觉。第四，我哋保证帮你争取最优惠价格，送最多嘅嘢俾你。凭住我哋同发展商长期合作嘅关系，我哋能够争取到嘅折扣，一定会比你作为散客自己行入去多得多。今次我哋推介嘅159个单位，原价204,995镑。跟我哋 Bright Time 系有5% 嘅折扣优惠，折实价系195,000镑，当然仲会争取多啲嘢送俾你啦。最后，好老实同大家讲，喺英国唔系间间发展商个个项目都会有佣金俾我哋。今次呢个项目，我哋系冇收取发展商佣金，所以我哋会合理地收取客人服务费。我哋保证系划一收费，无论你买几多钱嘅物业，我哋收费都系一样。不会以你的楼价的百分比去计算，保证不会劏你。相反，我们能够帮你争取到的折扣优惠和送的东西，一定会比我们收取的服务费多。随便有声都有你着数啊。如果看楼已经成为了你的嗜好的话，求你 subscribe 我啦，加埋个铃钟仔啦，保证你每个星期有楼睇啊。感谢感谢。现时建筑工程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，预计2024年3月所有工程都会完工，亦都可以正式入伙。再睇一次啦，完成咗之后就系咁嘅样噶啦。除咗一个双连车房之外，其实门口 off road 仲可以泊到2架车，所以非常实用。
而屋苑范围入边亦都有自己嘅公园、休憩用地，亦有 Iceland 同埋 Co-op 超级市场。唔揸车嘅朋友，屋苑外亦都有巴士可以入到 Wagon 嘅市中心。而自己揸车嘅话，都只系六七分钟嘅事，生活非常便利。校网方面，附近四间小学全部都系 outstanding 或者系 good 嘅水平。其中最近嘅 Holy Family Catholic Academy 成绩为全国 top 36% 嘅水平。而呢度嘅学生大部分都会升读成 Edmund Arrow Smith Catholic High School。呢间中学就系全国 top 26% 嘅水平。所以无论中学定小学，呢一区都系属于 Wagon 嘅一个良好校网区啊。总括以$200,000买到一个良好校网区入边嘅全新三房独立屋练车房，正如头先所讲，真系 What do you want 呢？三房$200,000，四房$250,000，真系剩翻最后一间咋，仲唔嗱嗱声打埋去 buy time 咩？我系成日点眼仔，我哋 buy time， 记住呢个世界系冇完美嘅屋，只有适唔适合你嘅屋，我抢住就飞啦，系咁先，拜拜。